是中国南派武功的发祥地之一。它东临滔滔的东海，西部和北部绵延着巍巍的武夷山脉和仙霞山脉，和外部中原相阻隔。福建境内80%以上是山地，峰峦叠翠，气势磅礴。在密林覆盖的山间，到处是巉岩怪石，溪涧泉瀑，秀丽的风光令人目不暇接。这是地术拳法的七星坠地套路，这种拳一经交手就主动倒地，着重发挥下盘功夫，特征非常突出。龙尊、虎尊和地术拳法多流行在闽江中下游的福州语系地区，福建最古老的历史文化就是从这里孕育发展起来的。地术拳法也是清代从泉州南少林寺武僧中流传到民间的一种南拳，主要分布在福州地区。这个套路叫七星坠地，是落地基本功、弹跳功、翻滚功以及各种腿法的练习套路。在南拳中，地术拳法的风格特别突出，它上中下三盘俱全，但下盘尤重。它独特的跌扑翻滚的地躺术在运用中主动倒地，以佯败迷惑对手，然后两腿如车轮扫踢一大片，再以顺水推舟之势半地擒拿。地术拳法原是佛门尼姑所练的拳种，具有女性演练的特征。这位女拳师正在表演的套路叫梅花秀，她着重训练中下盘功夫，各种腿法运用奥妙，变化多端，是地术拳法的灵魂。Thank you.